你就会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哎，他总是比较懂我，他可以接得住我。不是啊，因为他常接触很多人，所以他接你很容易。就命盘上面来看，也许这个人他会是好情人，但他不见得是好老公和老婆。家庭的部分都是我们要跟另外一个人共同努力的。好情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他可能不见得会是好老公或是好老婆。那怎么去区分好情人跟好老公好老婆呢？我们对好情人的期待跟对好老公或好老婆的期待，就世俗的价值来讲呢，是不太相同的。好情人简单来说，要让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每天很开心，每天很浪漫，每天把我包在粉红泡泡里面。当结婚之后，结婚是另外一个家庭的存在，所以我们去看在斗数上面呢，斗数的十二宫呢，它的时间是用顺时钟跑，但是呢他的人生啊，起承转合是用逆时钟跑，所以呢，他先父母宫，再命宫，然后呢，再兄弟宫，然后再夫妻宫，先有爸爸，再有我，然后那个在我的兄弟姐妹，然后再有感情，感情之后我就有小孩，好，所以呢，从这个逻辑来看，你会发现呢、我先有感情才有小孩嘛，对不对？表示说我结了婚之后，我是希望要有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家的。子女宫是田宅宫的外面。叫做田宅宫的延伸，我家庭的延伸，我的自己的家，我未来的家。所以我结婚之后我要有未来的家，那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对于老公或老婆的这个概念不是只是浪漫而已，而是要两个人可以共同的经营一个家。问题来了，稳稳的愿意跟你好好经营一个家的人，这就表示说啊，他的个性啊要稳定务实，不会有随便来一个桃花或随便来一个什么情绪上的问题，他就跟你翻脸，他就觉得你不好了。所以基本上来讲，找好老公跟好老婆其实要的是稳定，就好像两人三只脚一样，要两个人绑在一起经营。你想想两人三只脚旁边的那个人啊，绑在一起，他如果乱跑，跑得很开心，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跌倒？所以当你认为老公跟老婆让你有个家的时候呢，他就必须是要是稳定特质的人、那简单来讲就不要有太多煞星、是因为有煞星有太多的情绪在里面。那相对来说呢，那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啊，什么样的人是好情人但不会是好老公或老婆，那就是那一些有各种各种情绪在里面的人。各种各种情绪在里面的人呢，就会几个特质。好，第一，他的主星很有情绪，天同跟巨门放在一起的，这主是我们一直常说的会有情感啊、情绪啊的波动，但相处起来就会觉得哇，他总是勾引着我的心，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个呢，桃花星带到煞星的，桃花星在命宫或者是夫妻宫的人，他本来就是啊，心思细腻如水，他才有办法去体谅或去感受到别人在干嘛。感受多了，他就很多很丰富的经验，你就会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哎，他总是比较懂我，他可以接得住我。不是啊，因为他常接触很多人，所以他接你很容易。那桃花星这一组呢，他就很怕再碰到煞星。煞星我们讲叫做潜意识里面我自己没有办法抗拒跟抗衡的那一种情绪。如果说我心思这么细腻，我还有各种的情绪在影响我，那通常也就会表示啊，我情绪不容易稳定。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感情很奔放的人，问题是组成家庭没有办法感情奔放啊。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非常自我的人。非常自我的人呢，有时候其实很迷人的，因为我们在情感上常常去寻找一个心灵的投射。也就是说，有一类的人呢，他其实是对他自己的人生是没有主见的，没有方向的。那你碰到这种有主见有方向的人，那他就很迷人了。那怎么样会是这类的人呢？官禄主的那一系的都是，比如说天府系的、紫微系的、太阳系的、七煞的、破军的，差不多都是这类的人。这类的人因为他太自我意识了，他自己觉得他要跑快一点，他就不管你是不是跟得上。再加上煞星这一类的人呢、往往都是乍看很迷人，实际看呢很吓人。这些组合呢，都是我们在情感上面、如果你要找好老公好老婆，可能就不太符合一般社会价值观上面所认定的好老公好老婆。那讲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被你这样讲完啊，主观的紫微、太阳、七煞、破军、桃花星再加六颗，十颗主星去掉了一大堆，那这样要怎么找？而且命宫跟夫妻宫都论哦，这样子怎么有办法去找到我的好对象呢？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哦，感情本来就是需要经营的，感情本来就是需要一起去努力的。所以也许恋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找内心投射的对象，我们可以展现自己呢，让崇拜我们的人呢觉得我们很厉害。可是当我们决定要进入
婚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想的都是你必须把你的人生不管是时间空间生命分出来一半给另外一个人，要是彼此愿意扶持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老师，那照你这样的讲法，我就是你说的那些人啊，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成为好老公好老婆呢？好，当然我们的论点也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就有办法去修正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当两个三角出现的时候呢，我会有太做我自己，那我就要多看看旁边那个我曾经在追求他深爱他的人，他是不是太累了没有办法跟上来，他是不是想要更往前走，但是我累了我必须跟他沟通。感情本来就是我们的一门功课，是需要经营的。就命盘上面来看，也许这个人他会是好情人，但他不见得是好老公好老婆，因为情人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人生情感的追求，但是呢家庭的部分都是我们要跟另外一个人共同努力的。好，希望大家呢可以找到好情人，然后呢他愿意跟你一起好好的经营好的家庭。